来，我们看看哈，这是在新西兰啊，新西兰南岛的那个 Birmingham， 我们看看这环境哈，你看这牛羊啊，这里有一个房车营哈，我们今天正好在这个房车营这里来，哎，看看，首先你看它对面啊，好多牛羊哦，啊，到处都是啊，它自然环境相当好，到处都是牛羊，然后山川河流啊，山川河流，然后这里旁边就是个房车营，看到没有？好多人啊，开车在这里来露营，然后住到这里，啊，这里真的是那个新西兰很适合这个开房车，倒是真的，嗯，哎，露营啊，开房车，因为那环境很好啊。如果你是住到这儿的话，或者怎么样，哎，最好是，开房车出来旅游哈、啊。你看它周围都是山呐、啊，背后都是山，山川河流，然后呢，这个农业也非常好哈、啊。所以说你到新西兰旅游，你到处都看得到这个牛羊啊，到处都是。你看对面，这个自己的吃草，水草丰满哈、啊，真的是水草丰满，very good。哇，这羊好好乖啊，看看，所以它这羊肉比较便宜，嗯，看、啊，山川河流啊，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它的自然环境啊，这是一个房车营，嗯，看，好多人直接把帐篷打到这里啊，看，直接打帐篷在这里休息，然后他就配这个营费嘛，哎，也是很好的，环境保护得很好，嗯。来，我们进来参观一下新西兰的这个房车营哈。它有两种，看没有？带拖车的这种，哎，自己开车然后拖过这个，房车哈。还有这个车子直接带房车的，哦，这个才好。你看这个直接把帐篷打到这里，呵呵打到帐篷，呵呵哇！然后你看它那个营地画的一块一块的哈。他大概租他这个营地，然后按照价钱嘛，按照大小来租的哈、啊。哇，这有大的帐篷了，像花一样弄的，你看，可能是长期住了这个。哦，这就有帐篷，看整个营地，漂亮。嗯，哎，看看哈，周围环境真的是好美啊。看，这种就是房车在一起的嘛，嗯，大概是 C 型房车，嗯，它分房车分 ABC 嘛，哎，就是有的是带那个哈、啊，有的是带那个叫带自己拖车的啊，有几种，哦，它这就是看哈，这个就是房车营的那个提供的，看没有 ？Kitchen 厨房。你可以在这儿用它的，哎，然后厕所啊、洗澡啊这些，哎，嗯，哦，你看它这还有烧烤，它这里蛮好的哈、啊，就是它的那个公园一般都提供免费的烧烤机啊，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都是，嗯，然后这些桌子啊、公园，哎，看它那个就是，看它那个就是。补充水和那个气啊，那个电啊，这个柱子看没有？然后按照那个来配钱，嗯，哦，你看这房车营提供的，这是厕所、厨房，这个是这整个空间哈、啊，然后这里是活动的都有，嗯，哦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 这我们来今天来参观一下它的房车营啊，它这是公共的，看没有？公共的厨房、厕所、洗手、洗澡啊这些的哈、啊。哦，你看那有些长期住的，这个可能是长期住的，花都有，你看，可能有长期住的，有短期的嘛。哦。那我们看看这旁边环境，哇，上面是高速。这环境蛮好的，嗯，哦，船都有，把船都拖来了。
哦，看它这是拖车的嘛，看，这是车子拖着房车的哈，有拖车的这种，拖车这种地方就比较方便哈。哦，这个车比较大，这是大型的，嗯，看这个车比较大，嗯，适合这个全家啊，老少一起的。这个房车比较大，就像家一样，看没有？哦，真的是好多人就是把那个房车当成家啊。四处旅游，好多老人呢、啊，哎，房车就是他的家了。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哈、啊，老人就把家哎房子卖了，开着房车四处旅游。你看这个有点像哈、啊，看没有？整个房车就是他的家，看没有？上面摆的好漂亮，花什么的，长期住到这里，嗯，嗯，哇，好漂亮。坐在大桥下面，下面是高速，嗯，来，我们再看看这周围的环境。哦，看，停到哪里都有，也停到桥下面。桥下面我估计可能是，它没有那个，可能是免费的，嗯。你看它有那个柱子啊，那个柱子就收费的。这桥下面的话应该是，你看这旁边还有，停到这桥下面应该是免费的。嗯，因为你没占他地方嘛，这是公共的嘛。哦，哇，你看，兔子、动物啊都在跑啊，哇，好好的环境。哦，这是它的湖泊嘛，山川湖泊啊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新西兰的那个自然环境保护的非常好。哎，人和这些动物啊，这些融为一体啊！你看，你看它这里，这是它的鸭子嘛，水草啊，看好漂亮，水草丰满，嗯。然后上面的是高速，来我们看一转啊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好美，嗯，嗯。那旁边就是农田了嘛，听没有？有牛羊，还有那个打农田的那个打的那个麦穗的那个哈、啊。哇，真的 ，very good，so nice，so beautiful。嗯。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。来，我们看哈，这个房车营啊，也是分好区和那个差一点区。这个区就要好一点，你看没有？它这里就是要私密一点，这个脚上啊，哎，蛮好的。然后它提供的这个厨房啊，这些特别好。像这里，这个环境啊，看看这个周围环境，嗯，看它这提供的这个厨房啊 ，kitchen 啊，这边特别好。你看这里啊，它也是分这个男女厕所哈、啊。看它整个空间，我们看一看哈、啊，看看它这个。男女厕所这些，嗯，提供的厨房，我看，我这还有洗衣的，看吧，厕所蛮好的，看很干净的。然后这里是洗衣服的嘛，哎，洗衣服的都有，嗯，2块钱，哎，2块钱。然后这里，我们看看它的厨房哈，哇，厨房太好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温馨啊，看，嗯。整个厨房啊，灶台看到烧烤、微波炉、冰箱全部提供了，有一整套。就你住到这里啊，啊，然后你看外面，外面就是房车营地了嘛，整个看得到哈、啊，嗯，很好的环境，你看，这人晒衣服晒到外面，然后拿游船过来，哇 ，very good， 很好的环境啊。哇，好漂亮！你看，看，这就是这边，它分那边哈，那边可能普通的，这边可能是要贵一点。你看它厨房的修的好一点的嘛。然后这后面哈，这后面就紧挨着就是你看就是那个 hotel 酒店啊这些哈，后面全是，看没有？后面就酒店，那周围群山环抱嘛，
看这后面是酒店，嗯，看没有？这后面酒店也提供的很好，你也可以停车，就住他酒店里边嘛。嗯，他这个整个是这个，就是一个营地啊，度假营地，哎 ，holiday， 哎，就是度整个假期的啊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这背后看没有？背后是一个大的这个 hotel， 哎，旅馆 holiday， 嗯，啊，整个配套的。嗯，非常好啊，非常美 ，so beautiful。嗯，那旁边就是高速公路，很方便啊。反正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是非常适合房车旅行的。嗯，全家如果是你全家出游，或者住到这儿。啊，建议如果是开房车是最方便的啊，看没有？后面是 motel 啊 ，hotel 汽车旅馆也是。嗯，我们看到了哈，你看这个新西兰啊，哎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开房车出来旅游哈。它这个房车营地啊，就是说建设的非常完善啊，非常完善。然后旁边是 motel hotel 哈，汽车旅馆，然后我们。然后这就紧接着是房车营地，然后提供的水电，你看没有？装啊，最好的人在这儿，这个把船都拖来了哈，真的是适合这个旅游啊，全家旅游。看这都是房车，嗯，然后它分好一点的区，这个区是这个角是比较好的，嗯，然后那边可能比较普通。这个角啊，在山坡上哈，看它提供的那个设备啊，这些都比那边要好一些。嗯，那边就是比较普通的了哈，看没有？在正对面这个一大片，对，这旁边的这个可能是不收费的，估计是免费的。嗯，因为它在这桥下面没有那个充电桩啊，没有充电桩，估计是免费的啊。哇，好漂亮！哦，这边有充电桩，这边是收费的。哦，这边还是有。这边呢，就是直接到这个河旁边嘛。嗯。充它这个电水器哈，就这个装置全部提供了哈，这个装电水器全部提供了。哇，非常好的环境啊。嗯，还有才开，刚刚才开下来的，看。那我们看哈，这里这是 car wash dump station， 看没有？就提供水器啊，这些洗的这些东西。你看它这个垃圾啊，也是分得很清楚的，瓶子啊什么的，就是分得很清楚的哈。然后这是 laundry room， 嗯 ，laundry room 洗衣房。然后这里面也是，你看没？也是提供了这个充电桩啊，床位。所以这个这旁边这个也是综合的啊。这个房车营，然后呢，你这个，你要租他的房子也可以的，看没有？他提供的很方便，看没有？这洗衣房、厕所啊，嗯，整个房车营地好漂亮。看，他这里提供你看小孩子的玩的地方，哎，就像一个村庄一样，嗯，小孩子、小孩啊，这里。这里有烧烤的这个炉子啊，这全是免费的。你要烧烤，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到处都是公园烧烤的炉子、桌子啊这些，你看电的，直接马上就可以用。嗯，然后这旁边还有游泳池，你看多好。
小孩玩的小型的游泳池，这小型游泳池，看到水面铺，水面铺，小型的游泳池，哈，看，看看整个环境，very good， 哈，这是一个度假村，他各种人都满足了哈，家庭的、个人的，包括那个叫一些个人的合床位的，或者怎么样的都他都有啊，提供，就一个完整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啊，非常好。这是一个可以说这是汽车 motel， 但是呢也是一个度假村啊，房间啊。非常方便，就是适合你开车来啊，就是你开车到这里来旅行的话，非常适合全家。然后它也弄得很干净，环境，新西兰的环境非常好，这是它厨房了嘛？啊，厨房提供的这个。看看 TV， 还有那个厨房，男女啊，还有洗衣服的全套。看 ，very good。那旁边就是山嘛，你要去玩啊，就可以到旁边啊，到那边，都到那边 ，camps。好，房间。来，我们看哈，这里是贝利汉，然后它的那个葡萄园很有名哈，葡萄园的。